好，来看到毕业季到来，玉里高中各科系办理了一系列的成果发表会，而其中今年的资料处理科与时尚造型科两个科系是首次联合举办了孜孜不倦联展，两个科系的学生发挥了课堂上所学，成果展展现了两科系的作品，相当吸睛。毕业季即将到来，玉里高中各科系办理一系列的成果发表会，其中今年的资料处理科与时尚造型科两个科系首次联合举办孜孜不倦联展，就是试着让两科的学生由资料处理科来做像雷雕他们把他们的雷雕设计作品完成之后呢，再由这个时尚造型科结合他们的色彩美学跟他们的一些配饰，完成一个主题性的一个作品。学生表示，这样两科系的结合非常开心，有资础科的电脑科技以及时尚造型科的美感，两科系合作才有这样精彩的成果展。就是我们，例如我们雷雕原本就是木头银色嘛，然后他们会上一些色。例如像耳环，就是我们原本都是木头颜色，他们会上一些，就是例如那种吊的耳环啊，例如上一点色彩，对。这段期间，为了筹划成果展，同学们不分昼夜的准备，将三年来在各个科目中所学的技艺呈现出来，令人感动与欣慰。期盼同学们将高中所学融会贯通，并持续精进自己的兴趣跟专长，为未来的专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记者高中双玉里镇采访报道。